十月九日，王嘉尔在社交网站上晒出自己一组集操大片，并配文感谢，虽然时间紧，但见到了爱的人。原来当天晚上在海外有粉丝见面会的他，半夜凌晨紧急乘专机赶赴上海，日程满到航空公司都 hold 不住。这片中全年午休的王嘉尔难掩疲惫，却自带气场，大佬范十足。前不久王嘉尔现身上海参加电影广花趴，一身黑西装内搭白 T， 雅痞味十足，现场与粉丝嗨唱 Popular， 展现超强舞台，人气火爆。活动当晚，王嘉尔耿直喊话粉丝，虽然你们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也要开开心心的哦。引得现场粉丝回喊我们有你，场面十分热烈。先扎心后撩人，王嘉尔当天为粉丝清空购物车，帅气的帮粉丝挡酒。有如此男友力 Max 的爱豆，粉丝们还需要男朋友吗？当天的狂欢派对因为王嘉尔的到来而异常火爆。为顾粉丝安危的王嘉尔多次跟现场安保沟通，并用手势示意粉丝要小心，不要受伤。此外，恰逢双十一，王嘉尔不仅鼓励大家买买买要开心，还透露了平时自己也会帮父母网购，如此贴心又孝顺的嘎嘎，让人只想为他疯狂打call。